场频道，我是欢欢。今天呢，邀请到非常多非常多来宾，难得我拍一集有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大家都帮我接话？今天我们邀请到 Cherry， 然后还有今天另外一位教练是 Lisa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请到两位教练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有两组人要挑战，一组就是我跟我妹姐妹的，另外一组就是我跟我妹，对，我跟我姐，对，我们两队站在一起就是竹竿队，你知道吗？占据了所有的画面，已经是巨石强森等级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刚进来之后就觉得，天哪，我们真是弱鸡到不行。OK，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挑战双人运动的部分。那其实之前看过很多情侣啊之类的。但是姐妹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运动，因为情侣我跟你说做不起会吵架，或者是会做成别的，对，会做成别的。我们还是要健康的把运动做完，要做别的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什么是划船了。那我们准备进行我们今天的挑战。好的，教练，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第一个动作是深蹲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做弓箭步。这个动作有难跟简单，所以你们可以先选，谁要选难的，谁选简单。简单，难，简单的。不是啊，这个肉量就是我简单的。已经选好了，没得选，没得选加一。好，我先讲一下深蹲的动作，就是一定是从髋关节为启动，所以不会是膝盖往前蹲，做一个蹲，这样子对。所以你的屁股是靠近墙壁，对，做一个支撑点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话站在他的正前方，然后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与髋同宽也可以。然后往前走一步以后，另外一个人把手伸出来，然后把脚背放在上面。然后等一下的话，你可以用双手做平衡。下去的时候用髋关节为主动，所以你髋关节往后，不要膝盖往前。对，好，预备，好。记得前脚的膝盖不要内拉。我们三个就会，对，我们超快的哦，我们要
在看哪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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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要拉太后面，不要拉太后面。对对对，要坐几下，帮我借问一下。好，来肚子说，肚子说，我可以。嘿。欢迎来找我们报名，嗯，这边。